光最亮了。可以打到是没有泪沟的，拜托。这样 OK 吗？大小 S 合体跑趴，首届最佳媳妇挑 Prada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再过来一场，好不好？好。看这闪光灯就知道是 IPSS 假刀了。单独好不好？好。好来，再看我的。就是那么久没有出来，还看到那么多粉丝，觉得很感动。他俩27号来到台中大圆柏，为 Prada 形象概念店开幕站台，是说有打算顺便给他拜下去吗？如果以我平常爱巴结人的个性，我想应该会选一些适合我婆婆的礼物。对，我婆婆生日也快到了，我应该也会挑个包包送给她。我们俩都是世界上最假的媳妇。我是发自内心，你不要说我也是了。哎，先别斗嘴了，抢先看独家新品比较实在。这两套衣服都有一点复古的感觉。我刚才穿上这套衣服的时候，一进电梯就想说，哇，我的那个司机呢，请他帮我买个肉粽过来，就是整个贵妇味很重，服装造型很熟女，但是我故意把头发弄得还是稍微有一点凌乱朋克，就是如果头发也很整齐的话，我觉得过于熟女的话就有点失了我本性。真不愧是懂时尚的姐妹花内，看来 Prada 找对人了。当然是品牌，是我们喜欢的品牌，共同喜欢的。再来就是今天正好都是我们俩有空的时间，对。然后台中又是我们早就想约来的地方，早就想约来台中玩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就是种种的原因加在一起，我们就来到台中。然后在高铁上面可以就是谈谈心啊什么的，我觉得就有一种姐妹难得要去郊游的感觉。对对对，不像工作。那什么时候还能看到你们合体啊？很快就会有合体的机会了，各位。就是会有一个超大合体，然后是我们两个觉得此生不错，会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。时尚懂新闻，好啊，我要进去，我印象都湿。报道。想看苹果不用这么搞纲，注册就好喽。苹果日报网站 App 限时免费，7月10日前注册，一起加入好评五八。